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二，请坐，请坐。三，我的电脑，我的电脑。四，猫和狗，猫和狗。五，不爱吃，不爱吃。第二部分，一共5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6题。6，他是中国人，他住在北京。他是中国人，他住在北京。七，看见没，在那儿，在前面。看见没，在那儿，在前面。八，你不会写哪个字？你不会写哪个字？九，
这是我先生的衣服。这是我先生的衣服。十。对不起，他们都在打电话。对不起，他们都在打电话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你的后面。十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你的后面。十二，你爸爸在看电视吗？没有，他在睡觉。十二，你爸爸在看电视吗？没有，他在睡觉。十三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十点零七。十三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十点零七。十四，来，喝杯热水。谢谢你。十四，来，喝杯热水。谢谢你。十五，你现在去火车站？是的，再见，下个月见。十五，你现在去火车站？是的，再见，下个月见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
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他很喜欢那些学生。他喜欢什么？他很喜欢那些学生。他喜欢什么？十七，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八岁了。王医生的女儿多大了？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八岁了。王医生的女儿多大了？十八，昨天上午我和朋友去看电影了。他昨天和谁去看电影了？昨天上午我和朋友去看电影了。他昨天和谁去看电影了？十九，这本书37块钱，我想买这本书。那本书多少钱？这本书37块钱，我想买这本书。那本书多少钱？二十，这个饭馆里的人很少。那个饭馆怎么样？这个饭馆里的人很少。那个饭馆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